張柏芝同謝霆鋒生咗仔仔 Lucas Quintus。前年十一月，佢仲生咗第三胎仔仔 Marcus， 不過身負盛米。張柏芝日前為 Quintus 慶祝十歲生日嘅時候 ，Marcus 嘅金色頭髮引起咗討論，令外界猜測爸爸可能係張柏芝嘅緋聞男友英國工程師 Leo。不過呢日張柏芝喺 IG 分享育兒片段，唔小心俾 Marcus 嘅正面曝光。发觉佢嘅发色都偏深，同张柏芝一样有双大眼睛，轮廓都似东方人，先令到呢个混血传闻破灭。之前 Marcus 嘅身父都传出过唔少版本，人选由65岁新加坡富商到前夫谢霆锋，甚至系星爷周星驰。不过张柏芝都冇回应过。